好快咧，一個禮拜又過去，又係揮霍本地波嘅時間啦。喂，阿房，今集咧就我同你兩個講下啲優良波啦。二人世界喎、啊，今集係啦。咁 啊，我哋咧就事不宜遲，先講一講啦。上個禮拜咧，其實咧本地波咧真真正正就得兩場比賽嘅啫。咁啊，同大家先報一報個賽果先啦。如果你冇睇個比數嘅話啦，首先咧就係、是、青英杯分組賽嘅 A 組咧，深水埗對住呢個和富大埔咧。咁啊，上個禮拜嚟做節目嘅時候都講過啦，呢場波咧就喺大埔運動場踢嘅，不過就唔係大埔主場，咁啊當然都係大埔為主啦。咁啊，呢場波咧，咁啊和富大埔咧就5-1大勝呢個深水埗，入場人數相當唔錯喎，674人，600多人都唔算太差。深水埗對住大埔，仲要係大埔場喎。喂，但你講講下咧，即係唔講你都冇，我都冇懷疑原來呢場喺大埔踢，係牽涉到大埔嘅賽事。老實講。瓜田李下是即是呢就上禮拜都講過呢個問題啦，係咯，揀場地嘅時候就唔應該係應該中立場啊嘛，係咪要避嫌咯，或者咁，所以呢樣嘢就真係要係一個覺得係幾大嘅問題嚟嘅。咁啊，睇下遲啲即係足總安排比賽嗰邊嗰個競賽部又點樣處理啦嚇。係咁啊，另外一場咧就10月2日咧就進鋒咧就呢場啦，講明先係足總杯嚟嘅嚇，踢完青英杯之後咧就踢足總杯，咁啊。進鋒咧就對住喺新旺角場就對住港會啦，咁啊喺加時嘅情況下咧，咁啊港會就2-1就淘汰咗進鋒，就晉級呢個八強，係啦。有啲笑話喎呢場波，咁啊我嗰日就入場睇嘅，咁所以就冇睇到大台嘅直播啦嚇，咁但係咧據聞就大台我唔知邊個評述員，我到而家都冇查證翻嘅，就係。將黃偉國個名字就調轉咗嚟讀，就讀咗黃國偉。哦，咁我就諗起嗰個大號嚟嘅，大號嚟嘅。OK， 陳偉豪。咁啊，聽到之後咧，就即係要即係鼓勵一下大家。可能豪哥呢排少睇本地波。係啦，但係因為啲名咧跟進翻足啲啊。如果唔係就真係幾言笑大方。咁我唔知係咪因為即係你知啦，大台啊嘛，咁佢老亂咗前國偉啊。咁啊，所以咧就不過咧入場人數咧就算幾理想喎，雖然戲碼唔係好強啊嘛，766人以往嗰場咁嘅戲碼咧，咁啊其實就相當唔錯，再加埋即係呢個 TVB 咧就會播下本地波啦，雖然唔係所有比賽播咁啊，播足總杯咁啊都係近年罕見啦，咁啊大家可以喺免費電視度咧，尤其是 TVB 度睇到本地波咁啊，咁啊唔知係咪因為咁啦，都拉咗一班客就睇直播咁啊，唔使錢噶嘛。變咗呢個入場數，不過我自己覺得都唔算太差，766人。唔差，開心一下先啦，因為即係始終咁耐冇播本地波大台，咁又加時爭啲射埋12碼㗎啦。不過就港會就要踢多一個人嘅情況之下，就靠阿麥美倫嘅一個40波嘅遠射，咁所以就絕殺咗啦嚇。咁但係呢場比賽，我覺得就我諗港會就好似頭先，即係我哋咪前咧，我哋討論過港會好似今季暫時嚟講咧個保持不敗啊，幾勁啊！叫做輸咗俾傑志嘅，係輸咗俾傑志，但係即係你話呢四場賽事有3場係保持不敗，可能真係冇乜邊個球迷估得到。咁但係呢度咧真係要讚下 Billy， 係佢係咧季初我哋嗰個排名係嘛？係啦，我哋做前瞻嗰陣時 ，Billy 係好強調港會係有咁嘅能力，佢估第七係啦。不過我覺得阿 Billy 都有機會估錯，因為而家咁嘅走勢咧，港會可能有機會唔止第七。系，當然啦，即係更加高。你可以話言之尚早嘅，同埋港會始終都係幾場，譬如兩次對進鋒，咁加上就對住深水埗，咁另一場大敗俾傑志，咁但係你可以話佢哋未遇過其他，譬如你話李文啊、南區等等嘅球隊啦，咁所以即係季初會唔會係虛火嚟嘅，或者就係對住其他嘅比較實力強啲嘅球隊，佢哋又會唔會能夠發揮得到呢？咁呢個都要即係佢哋即係遲啲去再觀望下啦。咁但係陣容嘅穩定性呢，的確係毋庸置疑嘅，因為呢四場賽事其實就正選嘅球員啦，得13個啫，即係話佢哋個陣容個用嚟用去都係嗰扎人。正面啲負面啲就你可以咁睇，正面啲咧就話，默契啊，夾慣夾熟啊，係一個。即係成隊波嗰個化學作用嚟講咧，港會季初就唔差嘅。尤其是咧呢場波替呢一個港會打開紀錄嘅李小恆，真係眼前一亮。呢幾場波，即係咧，如果你嗱啲球迷咧，即係而家聽我哋做節目嘅李小恆。
係咪本地華人球員啊？咁其實純粹係譯音嚟嘅啫，係啦。咁啊，佢法荷混血，法籍球員係啊，係啦。咁啊，唔知有冇入到籍啊？唔知啊。咁啊，即係法國荷蘭血統都有嘅。係咁誒，後邊波衫名就好有趣嘅，叫 Merkies， 係 M E R K I E S 咁樣。咁但係呢位球員，我諗最令到大家印象深刻，除咗你話嗰個單打獨鬥嘅能力強之外咧，入咗波啦。同埋去到加時下半場咧，係我留意到佢體能狀況都係好犀利，二十歲啫，20歲係啊，2002年啊嘛，2002後，咁所以就其實佢本身喺足總個網報稱係踢後防位置添 ，DF defender， 但係咧就呢場即係你大家有出擊能力好強，踢左翼係。咁啊，就係就即係都要因應翻，因為今場佢第一次喺桂浪打正選啦。第一場正選係、就是、第一場正選，因為本身嘅正選左翼阿羅賓士高就養緊傷嘅，咁所以就造就咗呢位年青球員又有機會上陣。咁另外都要提一提咧，就係、是、因為喺呢個位置咧，其實港會係簽咗個球員翻嚟嘅新加盟球員，就係莫漢瑞。莫漢瑞，我諗大家如果有兩季前留意愉園嘅陣容的話，都會記得佢嘅。因為佢個名就全名叫 Henry Moore 亨利摩亞啦嚇，咁但係就譯名叫莫漢瑞啦。咁但係就即係之後離開咗愉園，就去咗西班牙嗰邊發展嘅，踢啲低組別啊、地區啊或者業餘球會咁樣啦嚇。咁所以就幾日前其實佢九月尾先至翻翻嚟香港，或者即係九月尾咧先至係加盟港會嘅。嗯，我就最記得佢有一場咧就輸12碼嘅，即係自己喺自己禁區輸12碼。不過就即係睇下。港會嚟緊會唔會因為羅賓士高就養傷嘅情況之下，逆風位置咧有機會用下呢新人？俾我成場波嘅感覺咧，即係嗰個勝負嘅分野咧，就係、是、嗰個體能同埋狀態呢兩部分。咁首先一樣嘢咧，就係港會呢隊球隊咧，令我眼前一亮，其中就係除咗表現之外，就係、是、個體能啊！即係咧，我相信踢到加時咧，大部分嘅球迷，喂，保時嘅之前進鋒就追翻1-1，到到加時係咪應該？系咁由進鋒主導咧，調翻轉咧，去到加時階段咧，反而莫嗰隊咧就係、是、進鋒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去到加時階段，你見到咧，港會好似咧留咗好多力咧，喺加時嗰度先同佢嚟。咁所以呢樣嘢都令到大家始料不及。咁啊，都係嗰句啦，踢波就永遠你兩隊對賽啊嘛，此消彼長啦。咁另外一方面就係話，就會講到就係、是、其實進鋒嗰個狀態都幾差啊，呢場波。同埋就其實呢兩場即係講聯賽對住港會同埋呢場係足總杯咧，對上一場聯賽就1-1啦。係啊，其實個過程都有啲相似嘅，即係都係港會咧喺相對踢得比較被動啲，或者係相對製造埋門機會比較少嘅情況之下，率先打開紀錄嘅一隊。係第一場聯賽，即係講聯賽嗰場咧，其實佢哋就靠一個死球。嗯，咁啊呢一場咧，其實都係靠對方一個即係叫做自己嗰個快攻啦嚇，右路傳中波。有反擊啦，叫做反擊啦，係啊，其實都係喺一啲相對。比較場面唔係太佔優嘅情況之下，甚至乎人少打人多咁樣入波。咁誒，頭先輝輝講話，喂，去到加時階段，其實港會仲好似有啲主導嗰場比賽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即係因為艾簡奴咧就96分鐘就兩黃變一紅，咁所以之後港會咧基本上都係主導大局㗎啦。咁進鋒都頂到一輪之後咧，咁你見有啲球員都抽筋啦，譬如葉卓文嗰啲啦，等等啦。咁啊，結果就輸咗球禁區頂嘅遠射，麥美倫射得好靚，係都無話可說㗎啦。因為就係你體能下降咧，你撲出嚟咧，即係飆出去拍對手嘅遠射咧，咁你自然步頭就慢咗啦嚇。麥美倫其實就係一個幾入球能力強嘅中場球員嚟，雖然今季就少打正選，或者即係本身好似港會唔係主力，但我翻查翻啲數據咧，原來喺眾多港會嘅中前場球員之中，佢嘅入球率。算係唔差的，即係咧，其實俾我感覺咧，港會除咗嗰個體能俾我預期中有驚喜以外咧，其實嗰個打法咧相當有效率同實際啊！即係大家都話啦，而家港會呢種英式踢法，港超聯真係好耐冇見過啦！即係擺到明，我就明刀明槍講明俾大家知，我係用英式嗰種踢法嘅。咁但係咧，對住呢啲叫做相對實力唔係好強，例如進鋒呢啲，其實佢係將個控球權交俾對方，其實絕對唔係壞事咯。你都見到咧，其實喺呢一個加時之前咧，其實雖然咧控球權就當然喺進鋒度為主，但係咧其實講緊嗰個威脅性同埋嗰個入球嗰個能力咧，其實港會比佢反之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如果港會嘅球員個把握嚟好少少，基本上就已經唔使加時，甚至乎喺呢個1-1未出現之前咧，港會已經有能力係已經可以穩定咗個奠定咗個勝果。你記得啦，即係有一兩下嘅單刀，其實港會係好有威脅喎。咁但係就即係羅浩洋救到幾球啦，亦都即係救咗幾下近射咁樣啦。港會我覺得相比我哋上一次，即係唔係講上季啊，賽之前啦，即係67年嗰陣嘅港會咧，
而家呢一代佢哋個整體嘅猜傳能力、個組織能力係強啲嘅，因為譬如你右邊有十號仔安高沙啦，咁跟住李小雲其實個人技術又相當之唔錯啦，中場其實即係温俊喺度啊，或者加埋起比特嗰、那個叫做喺中場正啊，係啊，同埋搏腳嗰一兩下咧都 OK 嘅，比起之前嘅港會，我覺得有 form。系啊，同埋只陣地戰都唔係話太差咯。咁一定係咁，又係嗰句，你對住進鋒，對住深水埗嗰啲，咁你可能即係都唔會話太舒適。咁呢個就真係要睇啦。咁但係呢一刻咧，我哋就見到對翻一啲大家差唔多同級數嘅球隊，港會喺組織嗰方面咧，即係啲護傳啊、傳控嗰方面咧，唔係話舒適太多。相比六七年前嗰隊，係啊，因為六七年前啦，或者過去嗰幾季，大家會見到就係、是、喂。去到七十零分鐘就開始，以前咧港會有種大台客嘅，即係好好客咁解啊！即係去到七十零分鐘咧，我就開始冇氣啦，成班肥佬咁樣，然之後咧就任人四五六，只要咧你等到佢冇氣嘅時候咧，後邊嗰段時間就任你入波。但係你而家嘅港會你見唔到呢個情況，咁當然啦，你話好似對上一場波對傑志呢種級數嘅球隊嘅時間，你就立竿見影啦，因為人哋有啲高質素嘅球員，咁當然你唔能夠同傑志呢樣級數嘅球員去球隊比較嘅，咁但係學阿房話真係對翻啲同級或者大家差唔多咁上下嘅話，你真係唔好睇小佢，即係其實你環顧而家港超聯咧，你話要好穩定咁樣，喂港會對住佢一定輸咧，我都數唔到有邊幾隊。系啊，咁同埋即系你话年纪即系平均年纪大咧，都系事实嚟嘅。即系嗰个正选，头先我讲话有13个球员咧，今季呢四场先后踢过正选啦。其实当中有7至8个主力球员咧，都系年过30噶啦。咁但系就睇下去到即系而家仲系季初啦，睇下季中、季尾阶段。不过就港超赛程又唔使话成日开快车嗰啲嘅，或者唔系好频密，咁可能即系都会 keep 得到咯。最重要就系嗰个打法同埋即系。整體嗰個進步就係比起六七年前咧，我哋睇咗港會咧係有好大嘅提升嘅。嗱，咁啊講咗港會之後，我哋又講下對手進鋒啦。咁啊，即係咧作為即係咧天字第一號 fans， 咁啊，我哋又講下進鋒。其實咧，呢隊球隊咧由季初開始咧已經有一種唔夠人、傷兵滿營嘅感覺。咁啊，之前我哋喺分析嘅時候都講過，其實進鋒喺呢個組軍嘅過程裏面，其實嗰個準備亦都唔算好理想。咁啊，再加埋咧有個別球員受傷啦。咁其實你見到，尤其是咧後備落場嘅伍家陽，其實都係喺上場波之前已經係差唔多大傷嚟嘅。咁啊，呢場波佢同正選嘅林樂琴咧，其實都係扎住上陣。咁所以其實咧都幾陰功。咁啊，但係咧。整體上我唔講個別嘅球員，頭先講過咧就係俾我感覺就係成隊波嘅狀態都係水平以下，即係呢個咧就唔係一兩個球員嗰個問題嚟，係整體。咁到底佢哋喺之前準備比賽之前嘅操練啊，或者點樣去吹谷咧？呢、這個就可能喺個管理層同教練嗰度就要斟酌一下咯。其實個發揮咧，我覺得呢場波係近期啊進鋒踢得最差嘅其中一場，同埋有兩個位置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。都係令大家擔心嘅，第一個位置一定係左閘啦，因為左閘嗰個位置就今季冇記錯用過兩個人嘅啫，咁啊先有黃正德啦，但係黃正德本身其實就係逆風底啦嚇，都係立奸啦叫做，客串性質啦，仲要係右腳仔，咁啊即係唔係話右腳仔打左閘唔得，咁以前有南澳嗰啲好多例子嘅，簡些路嗰啲嚇係咪先？咁但係就即係唔係話個個逆足啊呢個叫咩？係逆足，唔係話個個逆風球員逆足掟落去都 OK。咁啊今場其實係用咗葉卓文。葉昌文其實就即係大家都知道係中堅底㗎啦，咁力都係另一個右腳仔，咁但係本身就係中堅嘅材料。咁我諗猜測一下啦，就係佢可能即係教練鄧冠賢都知道港會一定係好多高空攻勢㗎啦，咁所以希望喺個左閘位置咧都用多一個高佬，就係、是、希望喺制空力方面咧都有所加強。咁所以呢個就係可能今場出葉昌文嘅用意啦嚇。咁所以左閘嘅位置始終喺佐敦布朗離開咗之後咧。是一個擔心的，咁另外就另一個擔心的位置當然就是費利普薩嗰個位置啦，因為就係一旦佢如果係費利普薩 FC 係啦，一旦成為對手嘅眾矢之的嚴加看管嘅對象咧，冇咩機會可以俾佢起到腳的話，或者係做到派牌的話，進鋒嘅功力減咗都唔知道有冇超過一半，係令人擔心的。尤其是近期進鋒，你見到佢嘅賽程對住嘅球隊都係同佢同級。甚至乎叫下半版嘅球隊都未對一啲有翻咁上下實力嘅球隊，咁會唔會又係面臨住一個實力懸殊咧？咁呢個令人擔心咯。咁至於狀態，你覺得點？
狀態入呢場，我覺得相比聯賽嗰場，即係喺落後嘅情況之下咧，個冚翻上嚟嗰一段咧，就冇喺聯賽咁強。咁、但係最尾嗰下就即係俾阿布蒙普已經把握到機會啦，咁啊即係左腳撞射得手嗰一下咧，其實都係一啲偶然性啦。咁否則的話，其實即係喺因為都要多得費利普曬嘅勤力啦。係啊，個波都諗住其實當時咧，如果你睇翻個片段啦，我當時就睇得好清楚啊。即係其實你見到個波，其實阿杜國良就有啲判斷錯誤啊，以為波出界，咁啊點知俾阿費利普曬喺八隻鬧翻喺中間，咁啊第一時間就俾阿博芒射翻入1-1啦。其實喺呢個波入波之前，其實阿俊鋒係有形勢，但係冇乜實際威脅嘅。係啊，即係有啲隔靴搔癢咯，啲東西草車。不過如果你係俊鋒嘅教練團隊的話，你想揾啲正面啲嘅東西咧，都唔係冇嘅，因為喺連續兩場落後嘅情況之下，你能夠追得和，咁啊即係當然呢場比賽去到加時咁就輸咗啦。咁但係加時嗰啲啊另計啦。咁但係起碼你同上季比嘅話，可能上季就係、是。哦，如果輸，你回追嗰個能力、追落後嗰個能力唔係咁強喎、啊。但係今場即係今季暫時起碼呢兩場落後咗，即係落後在先，都能夠可以最後喺法定時間內啊攤平。少少責怪下艾拔簡奴咯，覺得佢喺尤其是第二個黃牌有啲不智咯，喺個中圈附近中後場嘅位置，亦都唔係好有威嘅環境下，有啲魯莽。係。尤其知道自己有孭住黃牌在身嘅情況，即係即時令到成本身個勢都唔算好理想，突然之間就踢曬下風，咁啊令到球隊喺嗰段時間呢個體能下降得好快。係，咁所以即係進鋒我諗嚟緊都再要調整，就係、是、另一樣嘢就係後備咧，其實佢哋擺翻好多人㗎啦、就同第一輪咧，你又記得嘅話，第一輪就好唔同嘅，而且坐爆曬個後備席，但係咧就。後備你會發覺好多球員咧，即係你睇呢幾場有好多後備，但係好多唔係好用得。係啦，係啦，我唔想咁形容，但係又的確係事實嚟嘅。因為好多即係青年軍提升上嚟咧，可能教練團隊又覺得喺呢啲即係相對重要性比較高嘅賽事咧，就後備落嚟都係用嚟用去嗰幾個啦。咁變咗即係今年提升上嚟嘅，我冇記錯就應該係得周瑞雲一個，就係喺第一輪嘅賽事，即係講對住大埔嗰場嘅聯賽咧。是在最尾那两三分钟落过场，有掂过下个波的，但是其他譬如你说欧阳浩明啊，或者是班智文，班智文就刚刚加盟啦，潘家希啊等等呢，其实就不是很多，即是暂时来讲都是没什么落场机会啦。所以来紧这个礼拜呢，赛程上面呢就是安排精英杯的3:00没记错。对住流浪。是啦，对住流浪。所以就看看这站年轻球员。即是在进锋的社交平台你都见到呢，即是出的 poster 咧，都是用翻啲年青球員啦。係咪意味住會用一下啲新球員咧？係啦，都是好事嚟嘅，即係俾年青球員咧有一定的曝光率啦。冇記錯，嗰、那個係係咪阿翁佳希嚟喎？係係嘛？冇記錯，唔記得啦，真係記得啊！太深先，睇下問下先，我問翻，我睇翻個社交平台。咁啊，其中呢場波嘅有一個談論點，賽後好多球迷都喺度救病緊球證嗰個判決啦，即係臨喺呢個比賽尾段嘅時間咧就。呢、這、一個費利普薩嘅球單刀啦，咁啊當時咧港會嘅龍門啊費查咧就出刑，咁啊疑似踢跌咗呢一個費利普薩啦，咁當時咧好多球迷都睇到哗哗聲，認為呢個波其實應該全餐。簡單啲講就係、是，雖然佢出咗禁區就唔係12碼，不過最基本攞個牌都係基本嘢。咁啊球證咧當時咧係冇任何反應，繼續去波咁樣嘅。咁啊呢個判決咧就引嚟一啲嘅爭議啦。係。咁啊，即係呢球其實就判決咧，我就唔想講住，但我反而想講下評述，即係當時喺應該係精華評述啦，阿頭兄，大頭兄啦，即係我哋慢鏡啦，播呢一下之後，佢就話等球迷去自行判斷啦，咁、樣類似之類嘅説話啦。我站喺主持人嘅角度或者評述人嘅角度，我就覺得中立、客觀、持平咧，係所有人必須要做到嘅事。诶，呢球波似乎系有啲接触、哦，系，因为你尝试用一啲中性啲嘅字眼，例如似乎，好似呢，咪好似我头先咁讲得疑似状啲嘅球员，疑似呢啲咧。不过咧，其实咧咁样讲啊，我就唔系帮阿大头哥讲嘢。不过咧，我喺佢呢句说话里边咧，我就觉得其实佢已经讲咗俾大家知，其实佢都觉得系个十二码嚟嘅。不过咧，我就唔评论啦，就话等翻球迷自己嘅判断啦。即系可能阿头哥嘅意思大概系咁啦。咁啊，即系佢嘅风格，即系佢演绎系点样咁。但系其实嗱，你问我都觉得呢个波咧系有接触嘅。咁其实费查系的而且确系有撞低咗费利普萨嘅嫌疑。因为点解咧？
呢波咧其實個勢唔好啊。就算佢冇真係 exactly 好強烈咁撞低對方都好啦，個勢唔好嘅時間咧，其實好容易會令到球證有一個嘅判斷，就係你個勢唔靚，於是咧就尤其是你係做嘅 last man 啦，做球龍門嘅話，咁嘅時候呢個波咧，個影響就幾大啊！始終當時嚟計咧，呢、這個波如果調翻轉港會打時一個個形勢去到加時係點樣咧，冇人知道。咁但係要換門將添啦。又咁啊，所以就變咗呢樣嘢咧，就我自己就覺得係有啲爭議性嘅，的確係。係啊，咁啊，最後就大家都無動於衷嘅話，咁結果就港會就守到即係、就是、頂到尾啦嚇。進攻啲球員又唔係好多 argue 喎，咁啊繼續去喎、啊。係係。咁啊，如果你問我，我都覺得。有接觸，因為其實有張圖啦嚇，即係我哋會出翻張圖，嗰、個接觸都係明顯嘅，同埋就啊費查好似火車頭咁樣殺出嚟，個勢唔靚咯就係、是，勢又唔靚，跟住困到對面，同埋就踢唔到個波啦嚇呢幾樣嘢啦。咁但係即係最後發生咩事都好難講嘅，我亦都唔會話覺得哦呢球即係球證枉判啊咁樣就即係發到好大嚟講。不過咧就講開即係講開直播啦，咁啊 TVB 咧今次播呢場比賽咧都幾肯抌心機嘅，除咗即係真係成隊 cool 啦，當然係咁拍，但係咧其實咧佢個直播咧都有三個球員，三個評述員嘅，咁啊包括咗阿豪哥啦，即係陳偉豪啦，亦都有陳子康啦，亦都有久違咗嘅鐘仔啦。哇！幾耐冇講本地波啊？我幾耐冇聽阿鐘興講波，即係喺電視就喺度做拍劇嘅多啊！近年係啦，即係咧叫佢講，即係我哋上個禮拜咧，你冇做節目嘅時候喺度講啊，會唔會又嚟一個咩世紀大傻仔啊？寄養超級大傻仔啊，係啦。咁啊，當然咧，即係大家好多回憶啊，翻嚟啦。咁啊，其實都希望即係多啲平台去推廣本地波，都係好事嚟嘅。係啦，同埋即係嗰個心機就係，其實佢哋都有落到去草地嗰度做訪問，因為其實如果 hea 做 hea 搞嘅話咧，其實大可以唔落草地，嘿，搞咁多花神做咩啊？因為落草地其實咧就係、是、如果你有留意外國波啲直播信號咧，其實喺比賽開始之前都會有評述員。甚至有啲唔係平常人添啊，係主持嘅角色，就唔係平常場波嘅，就落草地，然後咧就報道實景報，即係實地去呢、這個做呢、這個戰況嘅報導，係啦，實地咁樣啦，咁所以就都算係唔錯啦。咁但係只要你話評述質素或者畫面各方面，我冇留意，因為我入場啊嘛，梗係睇唔到啦。係。咁啊嗱，即係呢兩場波就講到呢度啦。咁我哋又嗱，咁啊其實咧，今個禮拜咧，除咗呢一個本地賽事之外咧，咁啊嗱，我哋提一提頭先講青英杯啦。咁啊，雖然咧，我哋之前都講過青英杯咧，逐場講係好冇意思嘅。點解咧？而家青英杯咧就同一個小聯賽冇分別嘅。咁啊，踢到三，即係講好多次啊，去到三月幾四月先踢完個分組賽，咁啊逐場波講就有啲無謂。咁啊，去到差唔多尾聲啦，或者就直到時候再同大家講啦。不過呢場波有樣嘢可以講，就係、是、賽後咧，咁啊呢個深水埗咧就有呢一個公佈啦。咁啊就阿潘文迪教練咧就喺呢場波之後咧就宣布就離任。咁啊即係大家就喺度議論紛紛啦。咁啊哇，其實外國見得多喎，即係咧好少港超聯嘅教練咧。只係執教咗好短時間就離隊就比較少見嘅，咁啊當然啦，咁啊到底內裏發生咩事咁啊？我哋嘅見到個官方嘅公佈就當然就係講緊話係阿潘 Sir 咧就離職啦，咁到底係炒定係被離職嘅？咁啊當然我哋唔會考究，咁啊個事實就係佢離咗隊，咁大家就議論紛紛，到底邊一個接任啦？咁啊，即係前幾日就大家都有睇社交平台啦，就係、是、阿郭家樂啦嚇，風車 Sir 回歸啦，咁但係我諗。深水埗踢咗四場賽事，主要咧就係有三場波加埋失19球，太慘烈啦！仲有就係有啲情況就充分暴露咗球隊心理質素薄弱、信心危機啊！係啦，例如對住南區，俾佐佐木洲喺三個字都唔夠嘅比賽入邊連中三元，對住傑志，係我知道踢少一個啦，但係你全面俾對手摧殘喎，仲冇啲其他形容詞啊？摧殘之外都冇啦，係啦，總之。唔好讲到咁惨啦，我哋系咁啊！上个礼拜对住即系啱啱之前嗰场对大埔啦，对精英杯系对大埔啦，系对住大埔，明明已经追到比较接近啲嘅纪录噶啦，一比二噶啦，咁但系一分钟之后又失波，咁啊而开季呢四场比赛咧，全部都喺上半场嘅头半个钟头入边咧有失波，系咁所以所有嘢加埋咧，而家讲紧喂，因为有时。咁呢場波都一樣咯，大埔都係後備落場嘅保連奴，
都是连中三元尾段啦、啊。因为有时咧大败都是廿分钟到嘅事，有时大败就不是世界末日嘅。咁但是在大败的情况之下，你之后嗰一两场怎样应对，而你又有没有重复了你之前重复过的一些画面呢？咁呢样嘢就可能即系令到管理层唔满意啦，或者即系大家倾即系闩埋门、闭门会议咁就可能就令到即系啊潘文迪咧，咁亦都自己又觉得唉都话离开啦。咁样呢啲我哋唔去考究，我哋唔知道。咁但系起码就系、是、深水埗季初呢四场个场面上面，因为有时成绩之外个场面都系好重要。我谂其实作为一队升班马，尤其是咧。即係我哋嚴格啲講，基本上深水埗就係地莊咁樣啦，即係全本地人基本上連外援都欠奉咁計咁滯嘅時間，基本上我相信佢哋就唔係好計較啲成績，都唔係話哦要贏邊隊點樣。咁但係最得閒度你會見到球隊有種進步啦。咁呢幾場波咧就明顯地見唔到。咁我相信呢一個亦都係阿潘 Sir 即係潘文迪受壓嘅其中一個原因啦。咁啊叫做你話。啊，潘文迪是不是做得很差，我们不去评论，因为始终一队新埋班的球队你很难看到个问题在哪里。但是往往就是这样，其实真的跟房里讨论，其实作为一队球队的管理层教练这个位置就真的很惨的。很多时一奶嘢的时候呢就在那里。他首当其冲。即是你不会炒到球员的嘛。或者你不会。因为不可能炒到成队球员。是啦，没错。即是可能他成队差不多，你成队换晒咩，但教练就很多时没办法的环境下就要承受了这一种。我哋成日話三殺位啦，係啊，仲有幾樣嘢啦，因為早上個禮拜，即係我同某啲朋友，咁啊嗰位朋友就有睇有去深水埗睇佢哋俾傑志數十球嗰場咧，咁佢就同翻我講話，現場咧其實都好明顯就係聽到，哇！當失下有一球，失下有一球咧，即係啲球員咁你就嘅梗係希望。有球員可以，或者就係有啲經驗豐富嘅球員出嚟，可以 lead 得到，可以即係嗌住隊波咁樣。咁但係就聽唔到呢類説話之餘咧，仲要可能有啲球員嗰種語氣咧係埋怨啊，或者係好負面啊，即係啲説話又比較難聽啦嚇咁樣。咁所以就即係喺呢個情況，咁有冇啲比較帶動性嘅語氣或者帶動性嘅説話可以以人影響人，影響到其他嘅球員，可以即係？刪咗水喉先啦，止塞先啦，即係止流咁，但係就見唔到咯。我朋友就同翻我講話，嗰日深水埗就係唔咯，即係失完一球，咁之後個個又喺度即係講曬粗口咁，大家話你話我，我話你咁樣。當時我都在場啦，咁不過咧，我就去到，因為佢嗰場波上次我做節目都有講過，即係咧當時咧就。因為一陣嘅雷雨，咁啊停咗一段差唔多半個鐘嘅，咁我就喺呢、這個比賽停咗嘅時候，我就走咗啦。咁但係咧睇到喺呢、這個後面嗰三球我睇唔到，不過咧其實去到3-0、4-0打後，其實基本上隊波開始已經係有一種散咗嘅感覺，基本上睇傑志仲要唔要去搶嘅啫。咁啊～你已經見到就係、是、好似你個朋友所講，其實你見唔到隊波有一種話，喂唔緊要，我哋再扯翻有翻啲士氣。咁其實過去咗我哋就唔提啦。不過咧就特別有一樣嘢就係、是，其實今次阿高 Sir 揾阿風車 Sir 翻嚟，會唔會都係其中一個原因都係咁咧？大家都知道，本身郭家樂就有一種凝聚力嘅一種魅力啦，即係大家知道佢風車手勢。咁我相信佢凝聚一班球員嘅能力係有嘅。咁再加埋佢今次都帶咗個心理教練啊，即係。叫做咩啊？體能教練定即係專係培訓啲球員嘅心理嘅一個專員過嚟咧。咁其實我相信都係針對性去幫深水埗呢班球員。始終你都知道，其實呢隊波咧，好大部分嘅球員其實都冇呢個港超經驗。係啊，同埋講緊話冇港超經驗之餘，就算你話年紀比較大或者係相對有港超經驗豐富啲嘅球員咧，都唔係好有經驗，都唔係話好有壓場感啊。嗱，點解咁講咧？因為嗱後防，我哋成日都講噶啦。中堅嚴啟華同埋陳正軒，算係喺港超比賽經驗豐富啲嘅兩個球員，兩個後防球員。嗱，周柏君都上過陣嘅，但周柏君就當年喺傑志咧，其實就踢得好少嘅啫。咁啊，另外就中場黎格爾啊、劉浩林啊、周家樂、梁星耀嗰啲都未必起到所謂嘅領軍嘅作用啦，因為佢哋喺以前嘅球會其實多數都係配角、綠葉之類嘅球員，就唔係話真係馬首是瞻啊，挺身而出咧 ，lead 住隊波，嗌住嗰種。因為我哋而家講緊嘅係場面嘅控制啊嘛，即係你落後嘅時候，如果你有啲咁嘅球員能夠嗌得住，帶得住班波，個抗壓能力夠強，你個士氣，你講嘅説話
是有说服性啊，或者是够窄地有声的话呢，咁其实已经可以令到一传十，十传百咁样嘅骨牌效应，骨牌效应同埋个作用喺度咯。而家就有一种就系、是、即系富富得富咁，即系而家系系啊，富富得富，原本就富富得正噶嘛。系，但系而家就系变咗成件事系差咗咯。咁嗱，你自己又觉得今次深水埗揾阿嘉乐 Sir 咧，觉得点？因为起码经历嘅嘢或者就系、是。各方面的資源配套都似先啦，因為以前喺元朗咁，但當然啊，郭家樂就係喺元朗度成名啦，區隊咁或者就係當年嘅元朗嘅人腳，或者相對上喺當時港超嘅經驗，亦都另一樣嘢就係郭家樂叫做喺，因為你知佢有參與評述嘅工作，亦都係好接近、好貼近而家球壇嘅趨勢啊、踢法啊、佢嘅思維啊。例如講求即係中前場啊、逼搶啊、球員嘅活力啊、互動啊、後場即係各方面球員同埋門將嘅用波能力，各即係等等等等啦。再加上亦都即係喺有接觸西甲足球學校嗰邊嘅事務啊，或者係有了解到而家喺球壇上面一啲好前衛嘅元素。咁加上佢嘅領袖魅力同埋帶動性，亦都係可以相信啊，就可以令到而家。士氣好低落嘅深水埗咧，為之一振，就營造到一隊咧更加有勇氣、更加有信心、有翻鬥志嘅一隊波先。我諗其實都作為管理層嘅，當然係希望係咁啦。不過我就有啲保留啊，即係咧講波講得好，接觸得多，可唔可以將呢一樣嘢擺落？你睇下 Wiki 上嗱，當然啦，我哋即係唔係踩阿 Wiki 啦。咁但係就係、是。到底佢可唔可以做到呢樣嘢呢？咁啊，即係同埋你見到喺個訪問裏面呢，其實郭 Sir 都有講過，就係話其實今次加盟深水埗係佢執教以來最大嘅挑戰嚟嘅，因為始終呢隊波唔係由佢季初開始去組軍，佢係叫做半途出家咁，即係隊波已經 firm 咗一樣嘢咁嘅時間，喺呢一個信心危機輸咗幾場大炒，然之後咁樣去接任嘅時間，咁啊真係考佢功力啦。到底佢能唔能夠嗱？當然啦，我覺得郭 Sir 咧就。唔能夠做一啲起死回生，唔能夠話一兩場波就見到。咁大家除咗即係對於大家嚟講，我覺得俾啲耐性啊，郭 Sir 咯。始終嚟講，就算你問我潘文迪，我都覺得有啲早嘅。係唔係幾場波就咁樣做咧？係啦，咁啊咁短時間，咁所以就希望即係作為深水埗嘅管理層都俾啲耐性佢啦，因為要重組隊球隊需要時間嘅。咁如果你問我嘅話，如果我係郭家樂嘅話，我就會話嗱，全手因為嚟緊呢兩場賽事咧，就係對住港會同埋大埔嘅，都係屬於要復仇，因為就係之前嗰幾場曾經對住呢兩隊輸過波嘛，要復仇，但又唔係強隊，咁啊最啱就係對呢啲球隊噶啦，即係起碼好過對強隊先啦。咁所以如果傳即係阿郭 Sir 傳授嘅信息就係、是，係啊，即係可能陣中冇咩邊啲球員有領袖風範噶啦，咁但係大家就要即係。邊個企出嚟喺逆境嘅時候咧，就唔好退縮。咁類似呢類説話，大家都要即係行多一步嚇，分擔一下大家嘅工作咁樣。咁因為其實頭先我都數漏咗，你話就算你話年紀最大嘅華人球員，講緊盧廣威，佢又唔係年紀最大嘅，因為門將烏哲理先係嘅，盧廣威都係九二後嚟嘅啫。咁係咪好特別有leader 隊長嘅威信咧？又唔係嘅。咁所以呢隊波係暫時呢一刻係好缺 leader 嘅。咁即係都近排都要講一個消息啦，就係佢哋就。借咗係嘛？借咗奧利斯啦。係啊，咁某程度上都係希望門將嗰個位置就有個外援球員，咁啊一來咧可以塞住打一把口啦，簽個外援。唔係冇外援啊，有外援啦。咁啊二來就即係門將位置可能即係最後一關，咁都有一定嘅壓場感，就係、是、有一定嘅信心俾到其他嘅長區球員先啦。雖然我覺得就深水埗而家呢一刻就有成五個門將嘅。就數量嚟講，真係好奢侈噶啦！你數一數就知有五個噶啦。咁所以就睇下其他嘅門將球員有冇機會揸下啦。如果大家覺得深水埗冇外援，我真係補充一下，其實人哋有個外援叫泰亞高嘅，亦都有
奥恩博啦，咁啊呢个蒙古嘅球员啦，仲有咧阿 Nicholas 尼高拉斯咧，其实都系以一个外援嘅身份嚟嘅。不过咧，即系大陆阿泰洛就觉得可能个表现不似预期啦，甚至乎阿陈浩都系以一个外援嘅角色去注册。咁其实咧，成队深水埗唔系本地球员，成队华人嚟踢嘅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即系我都觉得有咗奥利斯里边咧，咁我相信有啲相对有啲压场感啦。咁啊，其实唔系话。讲紧唔系话阿陶俊乔或者阿黄子聪唔好，不过问题就系嗰种压场感系呢段时间球队需要嘅，再加埋就系转下啦，即系其实同换教练其实差唔多，唔系话嗰两个球员踢得唔好，基本上都未有表现嘅机会嘅时间就已经嚟到呢一个逆境啊！其实深水埗好快喺短短啲个零两个月，其实你睇翻开操几耐啫，个零两个月啫嘛，系啊，但已经嚟到呢、這、一个个零两个月噶啦，已经系啊，九月开始嘅，咁其实就变咗咧，就我都系嗰句啦，俾啲耐性。國常亦都俾耐性深水埗，我相信班球員咧，其實呢段時間受嘅壓力唔少噶啦，咁亦都對於啲年輕球員一個幾好嘅磨練啦，點樣去面對逆境呢個都相當之重要。係，咁我就季前我哋貼，即係我同你都係貼七七八八咁上下啫，咁我當然唔會因為呢四場而轉態啦，咁我都係繼續相信深水埗調整過嚟之後咧。咁要會有翻一定嘅進步嘅，係冇錯啦，係啊，咁啊嗱，呢一節咧我哋就講到呢度啦，嗱下一 part 翻嚟我哋再講下第二啲新聞同大家分享，好，好，等陣間見。